一班空降年甲八一年，因为疫情影响，不得已停办的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团体项目。今年伫教育部会同防疫专家新型评估，并个拟严格的防疫措施了后，将伊如期伫三月初一到十号，分北中南区三区举行。嘉义县新办南区的决赛，规划伫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嘉义大学民雄校区以及同济高中三个场地举行。县长王正良先前到表演中心勘查，对承办单位规划的防疫动线甲准备齐全设施真肯定，特别前往东石各种关心行政管甲赛事办理进行，亲自为嘉义县参赛学校加油打气，并且鼓励学生爱相信家己，好好发挥平常时扎实的训练，一定会有好成绩。你参赛队伍来自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嘉义市以及嘉义县等等六个县市，总计13队，将有1169个人伫东石各种电竞场、行进卡步，配上节奏昂扬、极富动感的音乐，带来视听的冲击力。今天南区整个行进管乐在我们东石国中举办比赛，那非常精彩。那整个年轻人的所有的这个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包括所有老师的教导，那今天可以说大家一较高下。那刚好在疫情期间，那所以我们也特别注重整个的疫情。那东石国中过去在行动管乐里面一直表现非常的好一直是为嘉义争光，所以今天特别来鼓励他们，也来看看他们。那我相信刚刚看他们表演完了。我相信还是会维持过去的传统，会得到非常好的成绩。那我们希望整个嘉义的这个行动管乐可以说是非常多的学校，包括国中、国小，我们大家一起加油。那这是一个嘉义值得发展、那值得提倡的一个让小朋友大家可以互助，然后能够完成一个非常好的表演在这边谢谢他们为嘉义争光。台湾今年行政管甲参赛队伍是德甲高中、大拿国中、东石国中、大拿国小以及二德国小等5队，室内甲参赛队伍总计42队，截至3月5号已经完赛20队。县内参赛队伍表现优异，获得两项的成绩，总计有2间学校4队获得4项特优，分别是新港国中考勤试镜照、考勤合照以及特聘的合照，溪口国中考勤合照。最新新闻，中来新闻播出，采访报道。